吧？这个狗屎，对吧？他为什么最后从大连走了嘛？对吧？他得罪了薄熙来嘛？他跟那个他投不投资，他能有啥关系呢？对吧？他要去换一个教练的时候，他换池尚斌，想让徐根宝来。那王健林那颠颠似的，三点钟在安达国际的新闻发布会被叫停，对吧？赶快跑到办公室，对吧？敲完薄熙来的门，薄熙来都是骂人，我操你妈，王健林，万达是你的吗？对吧？就取消新闻发布会，徐根宝回上海，池尚斌接着带，是吧？那徐根宝没屁用，来了还以为还先找李明、徐宏，还是你看看，这就是中国所有你们看见的假象，像徐根宝是吧，严师是吧，对吧？哎呀，青训教父，哎呀，我很严厉，治军严格，他妈的胡扯淡！这个孙子是最大的像共产党一样勾兑的，没脸没皮的，没有任何底线和他的准则的，对吧？做一个主教练，能他妈没事请队员吃饭吗？拉关系吗？